不执有，不执空。低调的人不会执着，智慧的人不会顽固。不执不着，心静心空。多念心经，少烦心。多做功德，存善心。多念佛经，清净心。多学菩萨，慈悲心。什么叫执着？就是在八十田中还没有去除的贪心。什么叫慈悲？就是深藏内心深处的智慧。对人生态度的改变，就是在改变你的人生境界。